者他自己有说，妈妈你让我上舞蹈课，听说妈妈一次买了40节课，是不是？对。你有没有很感谢妈妈？有。这40节课，妈妈现在还在标会。对。辛苦了。而且最主要，因为妈妈买错，妈妈买到热瑜伽的。哦，自己想要学吗？不是，他这么瘦还热瑜伽干嘛？那你呢，文娟？今天来跟 Popcorn。跟他们一起跳。跟他们一起跳。我期待了这两位继续加油，继续进步。然后我们超级接班人 ，maybe 下一季第二季的时候，我希望看到你们两位，好不好？谢谢两位，谢谢。谢谢。可爱的小男孩。